先打稿子，就用代笔，不小心画错怎么办？哦，就是等于说，就是因为我就没有画，我没有画错，就是如果有画错的话，就要重新就是一整张再画一遍。但好险那个时候就是这十二张都没有画错。对对对，只是说，但那个时候也给自己的挑战，就是因为我铅笔线是只有打动物的外轮廓，可是里面的那些图腾啊，像那个线啊，然后跟那个点啊，全部都是直接即兴画的，对，即兴在里面填色，然后涂色这样子，然后我都是用最细的带针笔去画，就是0.03的这样子，除非是有填色的部分，我就是会用比较粗的去填，不然只会挂破。